你知道什么是艺术微喷吗？这其实是一种创作收藏级别艺术品的复制工艺。如今，这门艺术工艺要在槟城发展起来了。是的，那由多个单位联办的艺术计划 Artikaria 要推行的就是艺术微喷创作，并采用射频识别技术对限量版印刷品进行认证。除了能够验证印刷品的真实性，还能够提高收藏价值。哦，这个新的这个 display 这个技术呢，意思说让这个画，让这个艺术作品呢，能够在得到这个画家的同意之下呢，版权同意之下呢，在有限制性的仿制，然后能够让更多人的来分享，更多人的拥有这个艺术的作品，然后通过这种新的技术呢，能够让我们这个艺术更加的普遍化。掌管旅游和创意经济事务的滨州行政议员杨顺兴今天推介 Artikaria 时指出，艺术微喷结合艺术跟科技，让艺术更加进步。这项艺术计划也证明滨州政府在创意经济领域中致力于推动革新、进步和竞争力，让滨州走在创新和进步的前端。滨州是巴生河流域以外推行 Artikaria 艺术计划的州属，为艺术工作者提供展现艺术天赋的平台，还有交流的机会，让艺术工作者迈向成功。